你怎么想到去葡萄牙？没有，我以前读书，我坐下来说，坐下来说，坐下来说。算一下，OK，好，2001年去的瑞士，对。你当初为什么去瑞士？为什么去瑞士？好问题。其实就是高考完嘛，然后其实想换个环境，因为我们以前学校，我们在上海，我们那个学校呢，当时是，相当于国内的第一批的那种，号称是快乐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学校，师大附中。然后呢，我们就去了澳洲，就是交换学生嘛，就是特别想去国外，觉得这个氛围对我来说比较喜欢。你自己想去，对，就是哇！不太想在国内。然后我爸妈也支持嘛，然后就去了。就说我看老罗你也放，就是你也去选择过一些生活的一些国家嘛，包括澳洲，包括法国，对吧？但是我觉得你去了这几个城市，什么？巴黎首先玩可以，住不喜欢。为什么？我好多巴黎的朋友，好多好多。那我们基本上巴黎的旅游圈的人我们都认识。很不喜欢。巴黎城市，你说好不好？好，你说你让我住，我不要住。第一是杂，第二是乱。就你看，包括我现在我住那个葡萄牙，其实我也不是住里，我也不住里斯本市中心，我也是住那个边上的那个别墅区，因为太吵了。你说从如果说我要住市中心，我如果想住市中心的话，那我就回上海住呗。那我上海肯定比现在你说国内的硬件，那肯定比欧洲好啊，对吧？但是我这次我来的马来西亚，因为我已经好久没马来西亚，5年，我没有来马来西亚了。你之前来马来西亚是为什么？之前玩嘛，旅游过，有一些商务应酬，因为我们那边也接马来西亚的团，包括马来西亚的很多那些邮轮，就是他们参加邮轮，然后因为里斯本是个港口嘛。然后来我们都那做嘛，所以说和这里几个旅行社我们也有合作，但是这次来就觉得马来西亚怎么说呢？我觉得除了天气热点，其他的我觉得相当好，因为我们有很多，我很多这次来呢，还有原因是我们之前的时候我们有2个美国的朋友，他们的绿卡不要了，然后就来马来西亚了。西马，就是他们之前是在美国，对，然后他们在沙巴，他们去沙巴，但是我不明白啊，他为什么去沙巴，他不来这儿，就是因为他们现在在美国的生活成本特别特别高，然后呢，到马来西亚的话可能只有之前的三分之一吧，那就相对来说就比较好，因为他们2个小孩，然后读书，家里要用保姆。那美国基本上一个月2万到3万美刀，那是基础开销嘛。那马来西亚就不用那么多嘛，那就是相对来说就能轻松很多。其实这次我来，我也觉得，就是马来西亚的话，就是你可以选择的余地比较大。其实每个城市它都一样，你欧洲其实也是可以选择，但是它旧消费它就放在那边。你就比方你去超市，你买东西，你的人力，包括你要家里，当然很多人他家里不太可能请阿姨啊，就是说可能都是自己弄。但是如果说是有这方面需要的话，那你的选择就不会特别多，因为你要付出成本就很高嘛。我们因为我为什么选择住里斯本呢？也是这个原因，就是它的人力成本相对来说它会比较低。你说这次我来马来西亚，反正我明显感觉到，就是其实对于生活来说，我觉得马来西亚还是不错的。是，但是从哪一方面有好有不好吗？从哪一方面你觉天气我受不了，太热了，就和泰国，如果说。就包括其实泰国，我们
也去做过几个项目，其实也聊过，我们也去过，但是泰国我就不喜欢，泰国太杂，而且虽然说马来西亚是穆斯林，算是穆斯林国家吧，就是算有穆斯林的文化吧，啊，但是叫做是国教是穆斯林，以前我也说穆斯林国家被喷惨了，嗯，怎么说这个国家的国教是穆斯林，嗯，这样是可以的，伊斯兰教第一大教嘛，对吧？啊、第一大教，对啊，对啊。其实现在，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比较适应，因为整个欧洲现在特别法国，特别穆斯林化，特别严重，整个93省都是穆斯林。因为伊斯兰化，其实在欧洲很严重啊，就是就包括之前的时候那个打仗的这些难民，都是穆斯林啊，被安排在德国、法国，就是你美国家，他联合国是。强迫你要接收的这些叙利亚这些人吗？必须接收，对，必须接收，就是他是按比例来的，但是现在因为战争结束之后嘛，要把他们驱逐嘛，那就难了，来容易啊，我靠，走哪有哪对吧？你国外你欧洲讲人权的，那你对吧？他们来，他们不是来一个，他们一个来了就。全家小孩父母全来了，他们来了，他们又那不工作。所以当时这个事情其实已经不好处理了，像我们普通人根本，你看我还想分析一下，分析不到了，已经根本想不到他解决的方法。没有解决方法，就是不可能把他们边缘化，这不可能的。这个东西说。穆斯林的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在欧洲是不能提的，就和你黑人问题在美国不能提一样。嗯，这个事情你提了，你就是，那你明年那你就不要选了。嗯，对吧？那其实这个事情就是说，就是只能说台下偷偷说，现在就是有些国家可能比较右，但是大部分的欧洲国家都是左的，特别像那个法国特别左。法国对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他就社会主义国家。你说福利啊、税收啊，他的选民他都是偏向于，他的支持者，就是说他们就是基本上都是偏向于低收入人群的，中高收入的。之前在奥朗德执政期间，你想那么多的法国这些富人都移民了，都走了。我听说这么一句话，就是每一天都会有一个法国富豪移民，是真的吗？是啊，有一些是去，你想100万欧元年收入，100万欧元年收入也不是特别高吧？你想100万欧元7-800万人民币的收入的这些人，他交完所有的税收之后，他个人还要交70%的个人所得税，那我挣钱干嘛呀？你懂我意思吧？那就没有，那我之前就没有意义了嘛？那我就要不就是我就走，要不就是我就避税，对吧？没有一个企业家，包括一个企业的人，他是想把自己辛苦赚的钱送给别人，而且这些钱是给的国家他去分配，他的确是用来做一些国家的基础建设啊，做些医保啊。但问题这不合理啊！但是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吗？嗯，国家要是这么做的话，他知道，他肯定知道能逼走富人。是，他第一是因为我们不去讨论政治啊，就是说，因为欧洲它的整个体系，就包任何的一个欧洲国家，其实它都是全民医保，它都是高税收和高福利，就是整个欧盟，我们就说欧盟，因为。现在很多人他有些概念他不太对，就是在欧洲的话，他是欧盟是欧盟，申根是申根，对吧？然后申根的意思就是说是开放边境，就比方说有些国家他是欧盟，但是他们又是欧盟，他们又是申根。那有些国家他是申根，他不是欧盟，就比方说瑞士，他是申根国，但他不是欧盟。就包括之前的英国，英国他是。他是因为他退欧了嘛，
对吧？他之前他是那个欧盟，他不是申根，就包括之前很多北欧的国家一样的，就是还有一些，就是他还有一个叫欧元区改革，就是有些国家他是用欧元的，有些国家他不用欧元，他有自己的货币，但是他是申根，他也是欧盟。就比方说匈牙利，就比方说中东欧这些国家，这都是不一样的。那所以说，所有这些国家不管是什么，就是他们这些国家整个欧盟的医疗体系都是公民医疗，都是就是不能说是全部免费吧，就基本上 95% 以上都是免费的。就包括就是像我们去看病，因为我们平时用的医疗的话，其实我们不用公共医疗的，因为公共医疗的话怎么说呢，要排队嘛，对吧？我们平时就是我们自己有商业险，也不贵，那就是说那我私立医院看病的话，我就快嘛，然后一年也没有多少钱。那如果你公共医疗的话，那你是真的是不可以不花一分钱，挂号费几块钱嘛，象征性的。然后的话，当然你因为可能这些国家包括英国、马来西亚也一样，就是医药是分家的吧，对吧？嗯，医院是医院，你配药的话是那药房嘛，但是你医生给你配的那个，开的那个处方单，你去配药的话就会比较便宜嘛。对啊，就这个其实是一样，但是整个欧盟就说他要维持这样的一个现状和一个就是全民医疗的话，他就需要很多的税收啊，他们没有办法。那最倒霉的其实就是，其实真正的富人，很有钱的人，你拿不到他的税的，全部避税做掉。我们可以做很多的架构，对吧？那你说你能够收的税的就是中产了，中产是最倒霉的。其实最倒霉就是中国人，因为真的像那些黑人啊，他们也有富人，那他们人家不交税，人家他敢，他不交他就那不交了。但是你中国人还比较守，相对来说中国人是最守规矩的嘛。任何华人其实在每一个社会群体里面，就是第一是勤劳，对吧？然后的话也不想惹事儿，所以说我觉得就是那就你就交呗，那所以说你之前的时候，法国因为他的这个奥朗德政府要交70%的税，就政策一出，基本上法国所有的富豪全部走了。那你现在就，而且你养了这一，就是你的钱，虽然说政治有可能不太对啊，就是你养的这些人都养那些黑人。那些黑人其实也是，怎么说呢？就是其实他以前的那个海外殖民地嘛。那你说这些黑人、这些阿拉伯人，而且这些很多人是难民，而且他们来了，他们也不工作，他们不会为社会做任何的贡献的。他们过来就是生小孩，你生小孩拿福利金？对呀、啊。那你说我为什么？但问题是，这个事儿在欧洲是不能提的，就是你就不能提。就是这个事情你本身你就不能提。那我改规则呢？比如说你来这儿难民，你必须在几年之内找到工作，有这个要求？对，就是你说的这事儿，就是有些国家它是会实行的，但是有些国家它这个政策它都，就是你想人都不蠢是吧？它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政策出来，但是实施到底下很难，有很大的阻力。这就特别难，所以说你看他们说欧洲在没落嘛，就是的确是。我再问一个，就是现在欧洲跟中国关系最好的就是法国嘛？其实说新闻，其实最好的是匈牙利、对，匈牙利现在是一带一路中国的这个窗口，就是说是和中国最好的一个国家。所有的其他的其实会有一些，怎么说呢，就是会有些自己的一些诉求，因为他每年他是轮流执政的嘛。那你欧洲你四年你就一个政党，你就要那个轮换嘛。所以说你和中国关系好不好，其实最稳定的就是匈牙利，他是奥尔班政府，他奥尔班政府的话，人家老油条了，人家和就是谁都不得罪，他对中国是最好的，他就是挣钱。他今年应该是最后一届，所以说现在匈牙利会出一个那个新的那个移民的政策，这个政策其实就是
说白就是政府最后再捞一笔钱走了，就对我们现在这个的话，我们也在做嘛。其实就是这方面呢，这个法律法规其实欧洲它变化还是挺大的，就是一段时期它会有一段时期的变化，都不太一样。你觉得在欧洲哪一个国家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退休养老？就是我们把所有的移民的这些法律法规和它的成本全部去掉，就是说办的成本包括法律法规去，就是我们说人住过去，如果说是居住的话，你说在欧洲的话，我们用排除法好吧，我们先不说，就是中东欧，就是捷克，匈牙利，什么什么什么克罗地亚，然后什么黑山啊，然后什么巴尔干地区啊，包括我们也把那个维也纳算上进去了，就是说这些国家里人有可能奥地利好一点，但是这些国家的话，如果说你怕冷的话，基本上是不会去的，因为冬天特别冷，然后夏天特别热，那就不适合咱们中国老人家。对对，就是说包括奥地利当地的华人，很多人冬天都不在那边，因为受不了。他们去哪儿？东南亚便宜啊，这里打球啊，对吧？你打球就是，我觉得沙巴雅比高尔夫球场，马来西亚、泰国啊，就都可以，但是说不要太乱，对吧？你这种什么印尼啊什么，这种算了，就对吧？就是治安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一点，然后生活成本其实，叫我来说。就整个东南亚吧，应该除了新加坡之外，其他我觉得都挺便宜的，对吧？拿新加坡你不能说，那个太高了，他就不让你度假。对对对，那个那就是要薅羊毛的那种。精英教育。新加坡的，我觉得它的消费成本比欧洲高，它基本上我觉得。应该是说，可能和大城市，就和巴黎啊、和伦敦啊、和苏黎世啊这些城市差不多，但是如果说你是和平均比的话，因为新加坡小嘛，那如果说你说和城市，你比方说你像二线城市，你像这种里昂啊什么那种，那它要比新加坡要便宜，所以说新加坡是个特例吧，但是。所以说你说中东欧这一块冬天那就不太行，然后我们说到西欧的话，瑞士你就不要想了，因为第一也贵嘛，对吧？那就是比方说法国、德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然后这些国家的话，我觉得相对来说适合生活的可能可本来说是应该是意大利，但问题呢意大利治安比较乱，然后相对来说意大利比较排外，然后它的语言的就是普及率，就是英语的普及率很低，就是不太适合国人。你说你为了去一个地方生活，你还学意大利语，这不可能啊，对吧？那你说英语呢，那还可以，对吧？那所以说这些国家里面就是。德国也是冬天比较冷，夏天比较热，然后某些城市可能还挺喜欢，但是也不太适合生活，就是相对来说，如果说性价比高的话，其实是意大利是挺便宜的，但问题是意大利的话，你说那几个点都是硬伤，治安不好，语言不行，对吧？那所以说你就会去的，你去玩可以。但你说你去住，那意大利我是住都不要住了，特别是往南，什么那不勒斯、西西里，太脏了，我靠，那脏不是一般的脏啊，就是个垃圾城，我就觉得。那西西里不就是那个拍电影那个？对对、哦，特别脏。我去年带我爸去的西西里，
那我爸说这辈子再也不要来了，太脏了，这不一点点脏。风景漂亮吗？是漂亮，但它的这个城市治理一塌糊涂，真的是一塌糊涂。吃饭啊，住宿啊，吃饭可以，嗯，吃饭可以，住宿也不贵，嗯，但是它的城市的这种基建就没有基建，我觉得就是第一是脏差，就脏，就是整个氛围就是特别特别乱，就是他那个就是你看啊，你去，就像你去马来西亚，就是前两天我去马来西亚周边嘛，SS2 那边不是有一个榴莲街嘛，那边再往外一点就是比这个还要脏，你就是没有那个，我觉得已经就国内可能三四线城市的那种城乡结合部理解，但是比那种还要脏。太脏了，那就是说你说这样其实也不太适合。那你说吃上面我觉得是意大利我喜欢的是可以的，但是就是那你说这个几点的这个对于国人来说比较重要的点，它是不太行。你说一餐，你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我们比较适应，因为我平时基本上因为我在欧洲也20多年了，所以说我基本不吃中餐，我吃的很少，可能一周吃个一两次，但是你对于国内去的人那是不可能的嘛，对吧？那你天天给你吃意大利面，我靠，那疯了，那就。所以说，那你说饮食上面的这个诱惑也不是那么的大，所以说就说就旅游可以。所以说你旅完了，现在就剩法国了。但是法国呢，有人推荐是南法法国适合生活呢，其实你要小城市，巴黎不行。巴黎就说，如果你能够接受这个，第一是法，就是很多人以前说法国人他的语言的接受度他比较低，他说法语就是比如他法语，你跟他说英语他会法语。现在这种情况他比较就是好一点了，因为毕竟是国际化城市嘛，因为服务业的这些人也不一定是法国人，对吧？但是就法国这个城市呢来说，看看建筑，看看历史，看看文化可以，但那你要是生活的话，你不能老看这个，对吧？你吃住行，对吧？那你说住，那巴黎是特别贵的，对吧？住就是说巴黎的那种贵是，你像你像在任何一个地方，就是你像在马来西亚这些地方，就是说你说我便宜有便宜的住法，贵有贵的住法，那你法国因为没有什么新房，都是那些老房，所以它的选择余地就会比较少，对吧？然后华人比较居住的几个区，就比方说13的话，就基本上都是华人区嘛。然后还有一些区，就是说法国的住宿成本相对来说比较高，而且你住市中心的话，说句实在的，你旅游的话可能住在景点边上，那是比方说你一周也几天你没问题，但是你如果说是长期你买房或者你租房的话，那基本上其实都是往外的，就是那有没有是一个城市你特别推荐的法国吗？嗯，如果说你说法国，你说相对来说，你说我比较喜欢的话，一个是里昂，一个是尼斯，尼斯可以，就是相对来说，就是尼斯也不便宜，但是相对来说，它尼斯有海啊，有地中海啊，对吧？生活也它的那个生活的密度也不是那么的大，然后它是，因为尼斯、戛纳他们这些城市它是东西向的，它把它给那个拉开的嘛，然后因为这样的话就是。相对来说会比较舒服，就是它不会压力节奏这么快，像巴黎那种节奏挺快的，也比较压抑吧。还有人给我推荐一个城市叫佛罗伦萨，佛罗伦萨在意大利啊，哎，
就刚才好像你讲过了，那个地方很太商业了。佛罗伦萨它是个旅游城市，很多人喜欢佛罗伦萨呢，是因为学艺术、学美术，因为它是文艺复兴之都，它是文艺复兴的起源地。那你说这个地方的建筑，你说好不好？好，我承认的，对吧？你说你要住就在这个地方，太费劲了。就说这城市，你首先你就是它的那个车子南开和马来西亚不太一样，马来西亚你是。因为它中间会有那个隔离带嘛，你得转，对吧？可能你开到郊区去和你在城市里面开的价格是一样的，对吧？但是佛罗伦萨那不一样，佛罗伦萨那个都是小路，然后你居住的话，它你想又是住，就是基本上在城里面，我觉得所有的房基本都是给旅游用的，就是大部分旅游可以，但是生活的话，它交通不太便利。太不便于了，车都停在城外，就是两边就是特别，除非你当地你自己有一个固定车位，如果你出去停车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好了，那咱们看你推荐一个，你觉得如果你要去养老的话，你就去哪？你说意大利吗？啊，不是意大利，就欧洲。整个欧洲吗？嗯，其实我觉得里斯本挺好的。好嘞，咱们现在讲马来西亚。